早前非常考验腰力和柔软度的反手摸肚脐风行一时，不少艺人都纷纷加入战团，顺便借此来证明自己有多瘦。当红女星孙俪老公邓超也曾挑战过，不过他逃不过娘娘的法眼，作弊被抓包了。但其实孙俪才是高手高高手，他向世人示范了另一项奇迹，就是将其中一只手跨过后脑勺，再经过脖子和下巴摸自己同一只手那边的脸，真是神乎奇迹，厉害厉害，连网友都惊呼太厉害，肚脐都懒得摸了。不知道这次跟风献技的又有多少人呢？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，就是将其中一只手跨过后脑勺，再经过脖子和下巴摸自己同一只手那边，借此来证明自己有多瘦。当红女星孙俪老公邓超也曾挑战过，不过他逃不过娘娘的法眼的脸，真是神乎奇迹，厉害厉害，连网友都惊呼太厉害，肚脐都懒得验，作弊被抓包了。但其实孙俪才是高手高高手，她向世人示范了另一项奇迹。早前非常考验腰力和柔软度的反手摸肚脐风行一时，不少艺人都纷纷加入战团，顺便